没有孵出来，鸭妈妈很有耐心继续孵。不久，最后一只鸭宝宝出生了。可是，嗨，小朋友，一起来听喽。怎么一直按？为啥？为啥听呢？包安班。波安班，班班班，丑小鸭。小农庄里，鸭妈妈正要下雨了。有一天，小白兔提着小竹篮在山坡上割草，突然头上飞过一群燕子，小白兔大喊：“燕子姐姐，你们怎么飞得这么低呀？”燕子边飞边说：“哦，要下雨了，空气里的水汽多，小飞虫沾上水汽飞不高，我正在捉它们呢。”小白兔走到小河边，看见鲤鱼浮到水面后跳，就问说：“大婶，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？”鲤鱼说：“是你错了，要下雨了，水里缺氧，我只好到水面来呼吸新鲜空气。”小白兔赶忙往家去跑，碰上一群蚂蚁正忙着搬家。小白兔把要下雨的消息告诉他们。蚂蚁说：“我们也感觉到了，所以往高处搬家，免得让雨水把我们的家给淹了。”淹了。小白兔加快步伐赶到果园，对小蜜蜂说：“为什么？